哎，我的皮包，我这是我的皮包，这是我的皮包，你不要抢我，你抢我的皮包。哎、欸、姐，哎、欸，好，请处理好啊！啊，我朋友哦，都有人要对你爱，啊，这照你的意思，你说着。好哎，真感谢伊，这阵啊，互你安尼，真尔无闲。那你讲啦，我先来落去。好。你的车来，这个快快了，赶快给卖了。你搭电车去叫他。好。你怎么卖了？你不是嫌无聊？这个啊，不用担心。好。对了，你带着这个。我想说，美国那边比台湾冷，买了这个外套，跟毛毛，还有这个。那个小姐跟我讲说可以保湿，你再去用吧。对，还有这些药，什么时候用得上？我上面都有写。尤其这个头痛的药，你要随时带在身上。这一点点小小的避孕贴，你带在身上。到了美国，如果遇到状况的话，可以用得上。拿着。爸。爸爸不是跟你说过？我也在打算。好吧，赶快把东西塞到行李箱，才不用拿他们走。塞不下去了，其他用拿就好了。好了，时间快来不及，赶快上。到美国，记得打电话给我。
小姐到了，总共300。你不用找了，很晚了，早点带女儿回去睡觉吧。谢谢。不客气。爸爸，有飞机耶！嗯，千惠以后变很厉害，就可以坐飞机了哦。